神剑这样，然后我身上可色的这一款的话呢，先跟大家说尺寸的话 XML 都可以穿 XML 咯。然后呢它这个瓶口的地方啊，你们都不用担心会掉哦，因为这边都是松紧的，所以完全不掉的，弹性不错。对，然后手袖的地方也很重要，也是有松紧的。对，然后这一款就里面随便穿个小可爱就可以了，而且这边是有点那样抓皱抓皱的造型。孕妇肚子太大，如果大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不行了。对啊，没错，你可能小小的时候还可以穿。哎，你是孕妇啊，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哦，当妈妈的幸福美满哦，哎，母亲节快乐，对，好不好？感谢想好，记得520免运哦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这样松紧的，给你们近看一下这个松紧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孕妇穿的话，可能要看那个肚子的大小，因为有些可能。肚子小一点就还是松紧带好吗？而且你看我的身高，我的身高是163，47公斤，我刚好报自己体重。好，那这件的话呢，我163穿它是不卡裆的、哦，因为它的这个裤裆做比较长，所以到170公分人穿都可以哦，非常 OK。对，然后它其实穿脱非常简单，就是整件脱下去，整件穿起来。好，然后它有附了一个很有造型的一个腰带，红色的腰带，让你直接系起来，有没有？就很有质感。来，各位不用急哈、哦，可可色的介绍，我们就会换蓝色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换蓝色。对，那你们有喜欢可以先买这个色哦，给你们看一下口袋，后面看。有喜欢直接打出编号颜色加一哈，编号颜色加一。啊，我觉得这个色蛮有质感的，可可色。那我现在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哦，你们可以先扫描一下这个色穿起来的感觉。两个色讲真的穿上身都是还蛮硬吧的。零现货，现货。可以近看一下这个蓝哦，哎，它的蓝其实就是像这样你们看到的色系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深蓝。对，就是这样深蓝。也没有到深蓝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色实体色。那因为打光的关系，你们觉得好像会发光的那种蓝，其实没有哦。它这穿起来更好看，而且其实你不系的话，有没有它自然就有脱掉的效果了。而且我搭了是凉鞋哦，那这一款的话穿平底的话，我穿也是不会拖地的哦。因为这个松紧的话，如果你要短一点，可以再把它稍微往上拉，你知道吗？是腰身嘛，你可以把它穿高腰一点。像我这样拉有没有？已经到在胸部的这边，你可以拉短一点，那我的裤管就会稍微短一点。很好看呢、欸，对，是很利落、简单又有型。而且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断袖的设计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加外套，手袖会不会紧、啊？就不会一直、手袖啊。弹性的，就是弹性，但是它算合，讲真的，它算合合的，对。但是它就是弹性也蛮大的啊，对啊，你看连我的手再塞进去都 OK 啊。对。问题是我是觉得算紧啊，讲真的，因为它松紧的那个紧度很好。就是它这个地方也是，才不会让你走光。对啊对啊。尤其是你出去活动的时候，你才不用担心你可能有没有会掉下来。会低。对 对, 對，它是完全不会的哦，这穿起来真的超级舒服。哎、欸、哦，牛奶你喊的哦，牛奶，牛奶休息够了、哦。看我的屁股的地方，它也不会贴贴的哦。不会。它就是宽裤。而且是完全不透，不会透的哦。其实它也不会到太宽，所以其实穿起来大家都能接受的宽度。对，其实没错。而且像现在夏天啊，还蛮多人喜欢找 one piece 一件的东西。对，舒服。洋装啊，连身裤觉得方便。然后它这个皮带啊都有洞，有没有可以自己系你要的腰身？质感超好，它皮带质感是蛮。这套 L 号应该都能穿啊。L 号是可以的哦 ，L 号可以。好，你们喜欢真的可以加哦，但是这真的穿起来很好看。好看哦，超美。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覆的很好看。来，可可色没现货喽，可可色没现货喽，你可以等预购了，你再接着喊好不好？可以等预购了再继续喊。对，哎，一件才450哎，真的超级优惠，超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现在买520就免运，等于说你今天这才第一款哦，你随便再喊一件就免运了。没错。对，还在等什么？就是趁现在。母亲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犒赏一下自己，好吗？没错，尤其如果你是已经当妈的人，一定要在这个礼拜跟下礼拜，你就百无禁忌，就把它喊下去就对了。对, 对, 对你老公一定不会念你的，真的。对。你说今天母亲节怎么了吗？对啊，母亲节我就上麦。对，那父亲节就换他麦。没错，好，来编号01哈，编号01，蓝色跟可可色，蓝色跟可可色，完全不贴的哦。大家有喜欢的话。不要错过，有喜欢赶快加编号01哦，可可跟蓝。